偷偷跟踪女友一天，看看她会干嘛。进了一家面包店，吃着面包出来，又进了一家奶茶店，买了奶茶。平时一块饼干都要掰四瓣再吃，今天怎么这么能吃？偷偷拍下来给她发个密友时刻，打个电话逗逗她。喂，你到哪儿啊？我已经到了。我在公司呢，我一会儿化好妆就去了。啊，我怎么感觉你嘴里还吃着东西呢？你确定在公司吗？我怎么听到有路边的声音啊？还想骗我？我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用抖音新上线的密友时刻点你，你是不是还跟我装傻呢？啊？话说咱不一会儿出去吃饭了吗？这么等不及了吗？还藏？我这不是怕出去吃太多，以前是我怕，所以就吃了那么一点点。你那你之前跟我出来约会，该不会都吃不饱，然后自己回家再吃吧？你不能那么委屈自己啊！不对，你好像又没委屈自己。那我怕你嫌弃我吗？哎，我怎么会嫌弃你啊？难道吃的少才炫耀吗？你看我女朋友吃的又多，人又漂亮，身材还好。我出去嘚瑟还来不及了，拿送你的一枝鲜花。哇，这么多呀！不过你以后想吃就吃啊，在我面前不要这样了。你不一定非要完美成人人都爱的鲜花，但我也会只会送你一个人的蝴蝶哦。听，这就是爱情美妙的声音。哥，我这边都擦过了，你去那边擦行不行啊？要不然咱出去打招呼。什么都没听到，看不见吗？跟我讲，看不见吗？啊，真看不见吗？